职任大人。你们叫我职任大人，却不听命于我。职任传令，使命必达。我并没有叫你们前来，但你们却来了，那这是听谁的命令？属下是想保护职任大人的安危。你是想保护我，还是监视我？属下不敢。站住！ 去哪儿？回去给你主子复命是吧？哪儿都不许去，在这儿等着我。就是子怡，茶我就不喝了，我也不是来这喝茶的。